手吧，西马。科尔盖已经封锁了整片园区，你出不去。花一声出，让这东西停下。现在悔过，为时未晚。你问我相不相信正义？为什么？大使瓦特给出了答案：力量不是正义，绝对的力量可以定义正义。请你与我忏悔的对象只有一个，我的弱小复仇之拳，撕碎他！哼！单以兵器的标准评价还算不错，不过觉得异态就能看，还是不死心吗？长枪无益，无我起，一样。做好觉悟吧。昆仑未开，别做挣扎。不用客气，我说过会搞定一切的。